我说开始，然后你打。怎么切东西的？我去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事？你有大房间？房间足大，够用的。啊，我到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咋了？看。你也别拍了，没啥意思了。啥活嘛？你多少人一天？二十个、三十个。你二十个、三十个？二十个。现在你不三十？你咋的了？老家去了，我们也回不一定。